从现在开始，午餐时间一律调整成45分钟，离开位置超过10分钟，一律给我关机。大家早，来上班啊？中午吃完瓦斯一组给你哦。哦，我觉得你看，我今天尝到巨人三明治哦，才15块，可以吃到中午哦。哇，巨人三明治哎！我今天尝到睡过头，就是没有买到。今天起，为提高工作效率，请吃饱饭再来上班，准时9点打卡，处理公务，违者扣薪。Oh no！小芳姐，你不是巨人三明治吗？哦，不是，干嘛？闭嘴啦！刚才工好不好？打几给你？哎，你好。不好意思，豪哥定的时间，然后下午再说。Oh my god！约了17公分吃饭。出去吃饭记得把电脑关机哦。可是我还在传档案。那就传完再吃。来，大家听我说，我们公司对面就是美食街，所以你们午餐用到一个半小时，我觉得实在说不过去，所以从明天开始，午餐时间一律调整成45分钟，除非像妮娜一样去探客户，那当然可以吃久一点哦。一个半小时，一半是45分钟，我的时薪是160岁，二分之一小时加四分之一小时等于80元加40元。天哪，我每天要损失120元的休息时间了。对，还有为了响应省电以及舅舅可爱北极星活动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离开位置超过10分钟，一律给我关机。北极熊真的好可爱哦！是，之前我们知道了。好热哦，谁把冷气关掉啊？刚刚花神想说北极熊好可爱哦，还敢开冷气哦，想害死多少北极熊啊？对啊，朱姐说下午3点以后就要关冷气，她说这样办公室的温度可以维持到下班。哇、哦，我一个美女流汗流成这样能见人吗？凡姐，那个厕所里怎么没有卫生纸啊？我早上有发现啊，朱姐说卫生纸跟文具都是家用必需品，所以都要自己带，为了环保。请问你叫我擦屁股吗？我。这个月多亏大家节流，账户表现得非常好。范范，再写个报告给我，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调整。大家用力省，我不会亏待你们的。